藏好，搞一袋。班长，炊事班在哪儿呢？我都在那儿吗？吕后，那是炊事班？当然了。哎，那亲娘，炊事班也要这么练啊？当然了。二妞啊，神枪手四连的兵，个个都是神枪手，你以为就会烧饭做菜啊？是班长，俺明白了。走吧。是。老班长啊，新兵我们带过来了。啊，班长，俺叫李二妞。哦。 我知道，李二妞，战生自我，后来这去上，你很不简单呀，不错，你很好。谢班长，那都是老黑班长，还有俺战友帮俺的。哎呀，学会低调做人是对的。哎，学会感恩很好，哪怕你装低调呢。啊，行。<笑>好，别套近乎。李二妞，到。把兄弟放回宿舍，马上参加训练。是。好，很好。那个，你们西门店那个合成馆啊，是不是分到你们一班了？ 别提了，去溜连了。他怎么去溜连呢？哎呦，关键时候掉链子。你这不该去溜连呀，他掉什么链子的？哎，这新兵交给你了啊。好，你放心吧。嗯，好。嗯，你看，不要颤抖，不要抖，不要抖，一定要稳住。哎，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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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。哎，对，很好，坚持。哎，来来，枪口搞一点。 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，大家回去写体会。你谁呀？我找他。你哪个连的？胆儿不小。班长，我应该是你们连的。什么？班长，我去助理。去。哎，干什么你？我
这么多，找八子弹一个弹孔，去神枪手四连的人应该是你，而不是我。小兵，有事可以找连长啊。来，我们这儿。没懂事，来，你快冲！我你干什么？说明白啊！放开他！小心，小心，班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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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行啊，新兵就敢闹事儿了啊！看我六连好欺负是不是？你是哪个连呢？啊，神枪手四连。报告，报！报连长，我应该是你们连队的，六连。什么意思？报告。报告连长，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。连长，你看这有几环？行啊，两颗子弹，一个弹洞过去的，100环。你打扮？他的。他？是。怎么回事？哎呦，来了。老刘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我的兵闹事儿，我负责。你赶紧问问。怎么回事？何成光，到。这是你的靶子。是。从哪儿倒腾出来的？报告。我踹开了新兵连仓库的门。你把仓库门给踹开了？你没见着贴着封条吗？哪来那么大胆子？我看到了。可是我就想知道一个真相。你想知道什么真相？说。就是这个靶子的真相。我就想知道何春光为什么只打了90环。现在明白了。你知不知道你要承担什么后果？离开神枪手司令。没这么简单吧？受处分，关禁闭。好。有个性。老狗，你看这件事儿怎么处理？说实话，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儿。一对现实活宝，新兵连的时候闹腾，现在居然闹腾的出格了。报告，连长、指导员，是我不对。好，说说看。你为什么不对？我没有说实话。为什么不说实话？你想把机会让给他？不是这样。不是这样是什么？